这片草原蕴含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深深地吸引着我。虽然我可能永远无法领悟，但我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被冬天埋葬的草原啊，满眼萧瑟凄冷。然而，在冰冻的土地之下，酝酿着勃勃生机。1931年的春天，我从日本留学回到了阔别10年的草原。我以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Yamaş, kukucun tepe. Şişi kaldın hadi acı. Aya. Da.长高了不少嘛！讨厌！今天真热闹，哎，怎么没见到巴特尔呢？他离开草原了。此次能见识到乌珠穆沁马、科尔沁马这样的优良的蒙古马品种，真是要感谢王爷的圣旨，令在下大开眼界。咋？袁田先生一直为蒙日通商劳心劳力，聊表敬意，还请袁田君满饮此杯。马是我们蒙古族人的兄弟，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王爷，关东军给出的条件很有诚意啊，还请王爷
斟酌利弊。就在你远赴东洋不久，算一算，也有十年了。被放逐？怎么会呢？范学马死了，阿爸降的罪。那你知道他现在的下落吗？哎，在日本，你没有机会骑马了。哦，那儿当然没有这么宽广的草原了，但是那儿也有骑士精神 ，Sushido， 意思就是他们骑士打仗的方法，也是他们武士的戒律。什么 Sushido？ 丰功铁骑才是天下第一，撤！兄弟，잠시가랑채돼요와요家里有三匹马以上者，必须交出一匹，得银元十两。一头牛能卖两块大洋，一匹马可以卖十块大洋，划算呀！来了吧，来了！哎呀，有我的。我们不卖，我们不卖了。彩荣，阿爸，我不卖了。我们不卖了。我在这里。出钱买马，就是要买你们最好的马。这也是王爷府的命令。做生意要仔细盘算，才不会亏本。是用马换钱合适呢，还是用命换马合适呢？哇，我们不能卖，我们不能卖。不卖了。
这些书来得太及时了，孔先生求知若渴，孔先生求知若渴，这趟镖走的时间太长了，这些书都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了。哎，知识永远不过时，啊，知识。 永远不会过时。今年春天来得晚，孔先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看见老鹰。 把货都卸在了铁匠铺的后院，怎么？这回要多逗留几日啊？啊！我看见他回来了。 是你永远不能踏足的禁地呀！听我的，还是早点动身吧，啊！如今时局动荡，往后奏镖要多加小心。 价格不低，钱能放牧，能交通，钱能打仗吗？没有了马，你让我的牧民在草原上怎么生活？草原人逐水草而迁徙，马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我去问问王爷去。怎么，你找我有话说？阿爸阿妈。阿爸，嗯，我娘。阿爸，为什么日本人要买马呢？日本人买走草原的物产，带来工业文明的产物。当年你阿爸也是看到日本的先进技术，才送你去求学的。那为什么还会有人不愿意买马呢？有人不愿意吗？ 眼皮底下肆意妄为，绝不能饶了一把倭寇！兄弟们，出发！是。跟我回去。阿爸，这……明天你带队协助袁田去买马，我要和牧民冲突。
我要在恒生置金。阿伯，这回去撤。是。 三匹是一匹。どうせ三匹になるの？お腹の重荷も一匹だ。三匹には一匹なぜ？你们要想买一匹家的马，那也得等小马出生长大了再买。これは論だ。一匹か。お、ご。帰ろ。その子だできない。 伤得不轻，我们路上不能带着他。阿爸，送他回保龄城治伤。阿爸，木村君の二人を連れていたが、みんな荒野に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正当な商売をしているから、手ごせの悪さを抜かければ、何の痕跡残さず、さっさと死体を高づけろ。一刻も早く、兵頭探しやすい。わかりました。 看你们还是连夜走吧。我们从东北一路来到这里，看到他们在屯兵，在聚集。这些日本人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他们做什么？你管不了。那个小子，拜托您了。既然你把他交给我，我就会照顾他。我帮他把马找回来，我就走。力能则进。
否则退。要量力而行，啊。那我走了，孔先生。就这家了，这没有一个治枪伤的，只有一个治骨折的。哦，那不系我，药厂的兄弟。谢谢。那我就走了啊。原田さん、あの坊やは自供しない。塾の先生と知り合いだが、一体誰がやったのか教えてくれない。あの連中の腕前はすごくうまくて、普通の庶民ではありません。もしかして、王府の人間は密かに我々と対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救回来！哎，龚茂轩，
他只是不想卖掉他的马，他犯了什么错？孔先生又犯了什么错？你也说了，他们不想卖马，还在集市上公然的反抗了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了？ 白狼，你真的要打算留下来吗？这趟镖，本已经晚了不少时，我们不能再坐耽搁了。愿意走的走，我要留下。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孔先生死了，那个曾经拯救过白狼的生命，指引他的精神方向的人，离开了。与此同时，他决定留下来。我相信，那不仅仅是复仇的火焰，也是他自由意志的决心。 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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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要跟着你。生之平等而做的抗争，也是为死的尊严在做的准备。圈在西海沟，他没几个人。天黑之后轮流值班。
ろいて逃げら追いかけられません。追いかけられないから君をここに残し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国に戻って家族の面倒でも見なさい。跑！爸爸，爸爸，原田一夜之间丢了上百匹马，这回有热闹看了。什么有人？我去看热闹啊！请坐。自移民事变政策推行以来，为了保木反垦，不断的出现流血事件，一连串的流匪也曾因此而起。还请王爷为我伸张正义。哎，你要买马，我们卖给你。现在你的马丢了，难不成还让我们给你找回来吗？小王爷，你话里话外分清了你我，那些马都是草原牧民的马，丢马的所在也是王爷所管辖之地。还请王爷为我主持公道。听闻有牧民的房子被烧，马被残杀，想必也是这伙盗匪所为。袁田先生真是耳聪目明啊，在我的草原对我的族人如此暴敛，必诛之。放心吧，爸。有劳小王爷了。阿图，你确定是这伙流匪干的吗？是马进了白狼谷，你真以为是狼在作怪？那这伙流匪以前对草原人做过坏事吗？早年却未听说白狼谷匿藏匪患，不过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我见到有人还把马还给不愿意卖马的人。这一群流匪想要干什么呀？我去会会他们。全军准备，出发！是。
有命，救他。巴图，来人了！阿爸阿妈，我刚才在外边，我就看见巴图躺在地上。云天愧疚，本是我疏忽丢失军马，没想到连累小王爷受如此重创。怎么会这样？请大夫了吗？王爷，快抬进去。看来这伙悍匪是要与王爷您为敌了，请王爷应允，我请关东军调来精锐部队，协助王爷剿灭匪患。哥哥，冒昧的请哥哥前来，想必哥哥也在为小王爷的伤势忧心吧。袁天君，此次一役巴图重伤，皆因你而起。如果你也有丝毫愧疚，请你不要再伤害王爷和草原人了。远田身在草原多年，受王爷恩泽，自不敢忘。这是青霉素，这是酒精，功效应该比猛药来得快些。望小王爷早日康复。拜托，谢谢。両方ともできるのは必ずよく練習したものです。この矢も戦いために用意したものです。もう下手ではない。出しがこれ。はい。猜的没错，他们来收尸了。可是这次他们忘记了伪装。恩和亚尔吉他呢？空巴克西，也碰空阿森白呢？
请坐。王爷，这是少佐从满洲给您带来的特产。东北物产富饶，少佐受益匪浅啊。小太守，给提他打气。해조코노토바소테스다오고토토나리단나사마와간차간격이니다이마산오사마가간도근도개오리쿠슬리우쿠도와도데마이구도다王爷，少佐让我转达关东军的意愿，想和王爷结盟，蒙日共荣。这里是结盟书。那么，横陈在我王府之外的这些武器，是在要挟我英允吗？王爷，您不要多心。建立蒙日进一步的亲善友好的关系，只是为了加强文化、医疗、学术方面的交流互通。既然来了，那就让本王也开开眼界。恭喜王爷，此番由田中久少佐助阵，这些枪炮在白狼谷外面一架，那会儿盗匪必定望风而逃啊！啊！如此看来，我们腾格里汗的勇士们就更加所向无敌了。这不，是王爷，跟本王去看看他们的装备。大大，군마가마다아스메라리나쿠데부구치구민카라코미오노스루노데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新米新寿司、ユンマガはすべて我々飲むのだ。おい。这个原田来巴林草原也有几年了，买牛羊，买皮货，如今还要买马。牧民们住水草而居，不能没有马呀。哼，要来买马的不是他原田，而是关东军。和他原田做交易，交易的不是什么商品，而是短暂的和平。草原上需要和平啊！你的伤口刚刚愈合，你这么逞能，你想什么呢？看不惯那些日本人在家门口耀武扬威。我让阿爸失望了，对吗？现在不得不接触外人。蒙古人不能战败而回，只能战死沙场。阿土，我听到有日本人说他们买马就是为了出兵草原，这件事你一定要让王爷知道，让他好有所准备。七七哥，这个就是那天救我回来的人吗？就是他，也是他把马还给一级的。
来，姐。嗯，胡刘。不要得了气。日本人带军队来了，他们的军队可不是来保护草原的。我就是个保镖的，我要保的就是货到人平安。孔先生曾经说过，人要有信仰，但这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人活着那叫信仰，人死了就只剩下个遗愿了。总有输的时候，但我们不能怕。我们不可能赢。腕を振るばしようかなく、にぶくな手入れ。はらだが、我書くのは、トムの側面を報告時にしよう。もし、旦那さんは、攻略をしなければ、この死であろう。ジャサン様、アセナラクテモイです。私は長年にわたって商売をしているので、ケンアロヘドで両国の運ぶ族を統一支配しにくいであります。もともと軍馬公明の計画が予定通りに進んでいただが、思いかけず派遣にしないのもに取られてしまった。人間本自作用がおま、幸福や不幸はよその所のないこと。白露団に戦争の後、オフの戦略は半分地なり、小山さば持つのが完全不足の軍隊だから。旦那様は断れないだろう。这不是结盟，这是奴役的欺压。我们不能这样被他摆布。你是在指责我吗？孩儿不敢。现在日本人的枪炮就架在王府门口。是孩儿无能，不能为阿爸分忧。阿爸，你允许我带兵跟他们拼了。你可以以死明志，可不能是巴林草原十万同胞也不顾。若战事一起，
草原上必定会生灵涂炭，以我现在的兵力和武器，都不足以对抗。我忍不下去。阿爸，日本人买马就是为了征战草原。 先再往后拉，先拉到我的后面。对，放。没关系。啊！小安，你要记住，有时候差一点会要了你的命。调整呼吸，听自己的呼吸。 放！不录呢，王志。巴林城不大，找你还真费了不少周章。 这里，这里，这里，为什么都有你？你一直在跟踪琪琪哥。是的。为什么？我想保护他。我还会再回来找你的，爱人。 结盟书中约定，您需派一名子嗣前往东阳，不知王爷？我旗下只有一子，他现在是最佳人选。齐齐格的母亲是福晋的姐姐，她曾经留过洋，可以适应那里的气候。 已经来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虽然我们可以抗争，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琪琪哥，还望你能识大体、顾大局，从中斡旋，以求和平。我明白王爷的意思。其实，如此隐忍，若能换一世和平也好。 王爷，你一直对格格视如己出啊。既然是做质子，只要我们不违背结盟书，他便能性命无忧。老妈，你睡了吗？
阿妈，你睡了吗？眼下当务之急是救出七七哥。我知道，我也会调动王府的兵力来分散袁田的注意力。我们可以帮你，但我有一个愿望。我的兄弟和我未来可以留在这片草原。可以干不干？军校你是司命，安心七天后有一头来。少佐さんに伝え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өндөө өрөөл бид гар хөдлөхийн арга байхгүй. Тэнд японы тогнол арим байгаа. Энэ газар бүрөө тасан таг. Ясан та ортобор абрухат амрх бидөт. Цонг бинхэ ваан да ан чао жин дао рао дао тамин чамэр чи. 上で兵隊を収集しました。気にしない。あいつは何にボケない。もしあいつは七七哥を救いに行くなら殺しだろ。わかりました。乾杯。
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我不怕冒险，我怕救不到你。你的家在哪儿啊？你是问我睡觉的地方吗？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不过我希望未来能够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可以睡一个安稳觉的地方，待下来。我觉得只要还有日本人在草原上，没有一夜我能睡得安稳。撒尿你们过来干嘛？不要谁喝药呢？去王家木斯的，你喝去，我去喝。别他妈不给他们地的，王家儿子那木斯，也分就这个谁做爹的去的。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着，我们做好自己的就好了。你不就为了那个女人吗？以为这样就能把日本人赶出草原吗？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这帮兄弟跟你出生入死，你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兵王爷，送格格的队伍遇上土匪，杀死了日本人，劫走了格格。什么？どこだ？情報員とあいつら今ところ八郎谷に潜伏しろそうだ。上司、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私はオフの待てます。路上小心。나스테후니운터지야와자야호아싸오프소
甘心腾格里拉让你平安的回来，我早就应该和那些日本人决一死战。白狼，日本人已经向白狼谷挺进了，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你的人要走。这片草原曾经抛弃过他们，他们不愿意留在这儿。白狼谷一战，我王府的兵力损失过半，现在我只能调动王府的亲兵护卫。你现在要我怎么办？让你的镖队带着西西哥一起走，我去白狼谷布防。照顾好自己。我能做点什么吗？我也想帮忙。你真的想帮忙吗？想帮忙就挺霸道的，跟他们走吧。你去哪里，我去哪里。我不会跟他们走的。这样，等完事了我就来找你，然后我就再接你回家。你去哪里，我去哪里。这都是什么人啊！啊！你们选择在这时候离开，你们还算是白狼的兄弟吗？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女的，我都比你们更像男人。你们不敢打仗，你放我走，我去打。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还算是男人吗？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老鹰。我早就想回去了。怎么不见小王爷巴图呢？孩子大了，总不能拴在裤腰带上。难道王爷就不担心小王爷巴图一个人在外面会有什么意外？我虽然身为他的父亲，但也不能时刻保护他的周全。他的命是腾格里汗的，自有腾格里汗庇护。我相信，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巴林草原的统治者。该做些什么？全马虎大轰！
그렇게 너 어떻게 난 도둑! 대야!
没事啊，没事，我带你走。就是巴特尔，在蒙语里，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战争从未远离过这里，为自由而战的人也长眠在这里。那是我永世无法忘却此生深爱着的人们。Aldo.